圈好。三连跳，那也再跳顺一点，不要跳的那么，不用看一下躲来躲。就跳顺的就好，哎，这样就好。因为动作越大，那个避震器要抓回来会越困难。大概的缓冲已经到达了极限了，你要在它有效的行程里面做动作。可以太远了。